你好，欢迎收看《皇家论》，我是杜詹林。嘉德获得总值1亿34万令吉的道路工程分包合约，包括拆除、场地清理、土方工程和通往登嘉楼瓜拉贝朗的桥梁，估计会在2024年首季完工。达政权正面看待这一项新项目，因为这是嘉登在2022财政年的首份合约。假设总赚幅是10%，那么估计在整个施工期间可产生400万令吉的净利。凭借获得的新项目，该公司的未完成订单估计达5亿2500万令吉，相当于2021财政年建筑业务营收的1.4倍。不过，由于新合约符合行家的预估范围，因此维持2022至2024财政年的盈利预测，同时维持31仙的目标价和卖出评级。